为人救助他成就你的一切诸众生，早有你真供养佛，请佛祖师转法轮，最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愿将一次生功德回向无上真法觉，心向佛法即成就，二谛融通三昧用，若是无量功德海，我今皆悉尽回向，所有众生身口意见惑淡谤无法等，若是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尽无余，念念自走于法界，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即用烦恼尽，都是四法光无边，愿尽回向一如是，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哟，哆哆揭哆耶，哆地耶哆，阿弥利哆波比，阿弥利哆悉耽波比，阿弥利哆毗迦兰帝，阿弥利哆毗迦兰哆，揭弥利揭揭那揭哆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哆揭哆耶，哆地耶哆，阿弥利哆波比，阿弥利哆悉耽波比，阿弥利哆毗迦兰帝，阿弥利哆毗迦兰哆揭弥利揭揭那揭哆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哆揭哆耶，哆地耶哆，阿弥利哆波比，阿弥利哆悉耽波比，阿弥利哆毗迦兰帝，阿弥利哆毗迦兰哆揭弥利揭揭那智哆迦利娑婆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大家晚安，请翻开讲义79页。昨天介绍了这个妙吉祥智德赞，这是非常殊胜的，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常常念。这个很短，没有很长，但是你要有很前进的心念这个文殊的赞颂。然后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请看幻灯片，
当你在念完赞颂跟咒语以后，要发愿与回向，那发愿呢就在六十页菩提道次第祈愿文，伟大的宗喀巴大师而著的这个。所以简单的说，我们一个人有头身体跟脚，在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教法，你若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头就是你的发菩提心跟三归一，你要三归一，然后发菩提心属于头，身体代表修六度波罗蜜实地或是止跟观，而你的手跟脚代表要发愿与回向，这样子才叫一个完整的教法。在藏传佛教里面叫前行、正行跟结行，就像我们讲经之前有一起念经啊，普贤行愿品，还有大恨普贤菩萨的名号，还有往生咒三遍，讲经的时候是正行，结束的时候也会有发愿与回向。所以若是你修文殊法门的人，回向的呢最好的是选菩提道次第的祈愿文，这是伟大的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在西藏的宗喀巴大师而写的。在华人的世界里，包含在新加坡或台湾，有很多地方都有研究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是非常好的，我自己也全部都读完，但是呢因为有太多法师弘扬了，所以我就弘扬其他的吧。接下来请看五十五页第十五行，科判丁二神通力。神通这个主题，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我们华人非常喜欢鬼，非喜欢喜欢通，非常喜欢看三世因果，非常喜欢看八字、算命跟风水。当然外国也有，外国的是什么西洋占星术。所以全世界古老的文明里面，对人类而言，当我们不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或是超越我们人类理解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救助一些完全我们不了解的神秘力量。在人类的心理学上呢，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这一段讲神通是站在十度波罗蜜的架构里，你要发菩提心、皈依三宝、发菩提心、行六度波罗蜜，最后愿力智善巧方便，愿力智，这样是第九个阶段。所以可见神通不是像你现在想的我学佛呢，我第一个就要来求神通，念大悲神咒也可以有神通，但问题是你是跟佛菩萨通，还是跟鬼通，还是跟小狗通，还是小猫通啊？所以通是有很多方法通的，通也有合法跟不合法。所以我觉得作为佛弟子啊，不要去耗药神通。佛陀就讲过，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这是的确的。那可是有些众生呢，还是很难接受，他总觉得呢，我要去找一些答案，比如说我现在诵经啊，突然呢看到了观世音菩萨，我就想说，我一定跟观世音菩萨特别特别的有缘。也可能呢，你在讲经弘法里面听了南传、北传、藏传的这个教法，或是你听了我的经，你也觉得很有缘，每天看 DVD、看 CD， 听这个我唱的佛号，然后你就告诉我说：“师父啊，我常常做梦梦到你。”梦一两次很好，梦太多不太好。为什么？我这么忙，怎么会跑到你梦里去呢？对不对？所以可见你会梦到是由你的心显现的。但注意听，这一段我要很清啊，经文我觉得重点的地方我会讲，我是不可能一个一个字讲的，所以你不要期望我是用这种弘法方式，
你就觉得师父你怎么讲这么慢呢、啊？还有这么多讲义，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什么东西是重点。假如你心的力量很大，心可以往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往好的地方。心，假如你往不好的地方，你可以一个东西就伤害很多很多的众生，你可以卖一个毒品就害全世界的众生，你可以做一样色情的网络，也让全世界的青少年跟年轻人都堕落。你也可以发愿做一桩事情，然后让全世界人都得到利益。可见我们凡夫的心呢、啊，本身就是很强很强的力量，但是我们要把它导引到正确的地方去。在我们中国道家里面呢，的确是很讲究养生的，身体本身它是一个磁场，是一个能量，没错，我没有否认，但是我不会常常用这种语言去跟你谈话，动不动看到哎呀你这个头啊发黑咯，对不对？你的磁场有问题啊，哎呀你修得不错，你的能量很高，这些都叫有为法，这些都是不是就近的佛法，它不能让你得解脱的。假如真正这样子能够让你解脱的话，那你想想啊，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神通波罗蜜，震动十方世界。他每一个人呢，就千百亿化身，头上就画一个大悲观世音菩萨，那就放光啊，像电灯照着你，那就好了吗？那何必还要有三宝呢？何必来听经呢？何必来做义工，来学习佛法，来做种种的功德呢？你有没有想过呢？佛跟菩萨不慈悲吗？但问题这样子不符合缘起法。当然待会我后面也会讲，释迦牟尼佛本身是心清净的人，是无我的人，所以佛可以用神通。但是佛在对声闻弟子，在家出家，尤其是对在出家的比丘跟比丘尼戒里面，是规定不可以显神通的。你显了神通会破戒的，显了神通会有魔障的。所谓魔障并不是奇奇怪怪，就是很多幽冥界众生啊，你爱显神通吗？我就来给你度度看吗？也通通都来找你了。所以看一样事情要看完整一点，那在大乘里面要看菩提心。假如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当然他会现神通度众生。那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讲的五度波罗蜜的禅定波罗蜜里面我讲了很多了，请你也不要花时间来跟师父抬杠，不要去取其他特例的例子，像尊贵的大宝法王、达赖喇嘛或是莲花生大士，那是已经证悟的圣人，当然他有神通。可是对初学的人，神通是力呀、啊、很少，弊非常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外道也有神通。假如佛教只是用神通度众生，那我跟你讲，本来可以度正法、相法、末法，对不对？一万年的教法，那因为佛弟子都喜欢神通，所以佛法会变灭掉，只剩下两千年跟三千年。所以看事情呢，你要看得长远一些。当然听说台湾以及新加坡也有很多的大乘法师啊，或是西藏的仁波切喜欢显神通，那我不以置评，因为他会有他的因缘果报的。真正有神通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不会炫耀的，他炫耀的话他就会破他的三昧耶戒。所以跟你讲奇奇怪怪的人呢，好，我跟你讲不一定是真的，或许他有一点小小的能力，但是我告诉你，到最后真正要治本呢、啊、还是要呢闻思修、戒定慧、忏悔、发愿，忏除你的恶业，积聚你的福德资粮，这个才是根本稳定的。所以这里的神通丁二，简单的说是以你戒定慧相应，自己从禅定当中、般若当中而升起。神是指神奇变化，神奇莫测。通是指通达无碍。简单的讲，什么叫做神通呢？能够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障碍，了解一切的因缘果，它就是神通。所以你真正用功的人，指观很深的人，他是会产生神通的，但是他不会跟你说。
因为说了呢，哎，他的神通就会消失的。所以各位不要去追求神通，神通啊，就像一个简单的说，蜂蜜涂在刀口上，小朋友很喜欢甜的东西，你吃了一口你觉得很甜啊，再吃第二口非常的甜，吃了第三口更甜，可是呢，等到你吃到第三口的时候，你甜也尝到了，可是舌头也割破了。假如你没有学习经论，又没有正确的心念，你想贪神通的话，你就会呢吸引到你自己遇到一些奇奇怪怪，乃至于佛道混合不清，或是是以表面上是佛教，纵使是讲西藏佛教，仁波切或是 Campbell， 或是呢乱七八糟的叫挂羊头卖狗肉的，那这样子的话，那它会变成你修持障碍的这个恶因缘，它会让你造更多的，刚开始让你甜到一些甜头，可是慢慢的让你破戒，最后你造了恶业，连佛也救不了你，你就会堕入地狱而受苦。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有贪神通的念头，注意我用贪这个字，这时候你喜欢神通就叫真正贪了，这不叫善法欲，这个是跟烦恼相应。请看经文55页第16行，神通者是四神足，善修多作矣，善是指多生多劫的善根，要多生多劫的修持，修很大的功德，利益很多的众生，就像普门品讲的清净庄严累劫修，关键你要有清净心，你若没有清净心的话，你的神通也会丧失的。接下来佛呢跟大菩萨，他是证悟无我心又清净的人，他看到所有的众生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他的的确确可以用神通降服外道，调伏刚强难化的众生。所以这个应该是指神通是你证了果位，断了无我以后，他自然有的功德力，你不用去求，他自然会有。好，但是我说过，就算你有广大的神通，但是你还是敌不过业力的。像释迦牟尼佛，他过去是也曾经呢做渔夫的村庄的小孩，大家打了一条鱼，那大家整个沿海的人呢就呢很高兴的狂欢晚会，就是要吃鱼的肉。可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他是吃素的，但他很顽皮，就拿了一个那个木头敲了鱼的头三下，叩叩叩，结果佛成佛的时候他还要头痛三天。所以你看，纵使是佛成了佛，他还是敌不过业力的。所以神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假如你说好，我问你，你说哎呀，有些人他就会飞呀，那我告诉你，现在飞机不是飞更远吗？对不对？那你说有人啊，可以一降呢就降到100层楼啊，那我问你，101的电梯不是比他更厉害吗？我根本不用通，我按个电梯，嘟嘟就上去了嘛。所以神通没有什么稀奇的，不要去炫耀，更不要去执着。那佛呢，他是要调伏特别难调伏的刚强众生，比如说国王、外道，或是呢这个人他呢福报很大，但是嗔心很重，他会伤害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时候，佛就会去显神通去度他。请看下面经文，彼以稀有的神力显现有形象的，或是有广大力量的，或是呢能够呢住持在世间的，而让你看得到或听得到的。接下来，若诸众生应该用什么样的形象来度他，他能够被调伏的话，他就用什么形象去帮助他。所以换句话说，佛跟菩萨呢，他真正有广大的神通的时候，他千百亿化身都可以显现的。那你想看，假如佛要度狗，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就一定变狗。所以各位不要乱吃狗肉，搞不好你冬天进补杀的那只狗就是佛菩萨来化身的，这是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那呢，那佛要度蛇怎么办？他一定呢也是显现为蛇的。所以六道众生里面呢，无量无边的形象都有佛菩萨的化身。那但是佛菩萨也会很慈悲，假如你非要吃这条狗，非要一条蛇的时候，他就视线呢先疾病而死就离开，那起码你造的恶业会浅一点，因为你杀的只是一个动物的尸体。
假如他是真正佛菩萨的化身，你杀了佛的话，那你的罪过会更重的。所以这里佛会显现各种形象。好，在这里我先说一下，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殊胜，有广大的神变日。那有一两位莲友问我说，我曾经讲经过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做的功德，有非常非常多的功德啊，有十万倍，或是说在菩提迦耶圣地点一盏灯有一百万倍的功德，在哪里？出在大金刚乘，在大乘里面有写。在哪里呢？在讲佛的神变经里面有讲到，请看幻灯片。藏传佛教认为最殊胜的有四个日子，第一，它以藏历而算，藏历啊，一月一号是佛陀的神变月，所以从藏历的初一到十五，这是佛最大的功德。那若有众生能够在这个时候闭关修持，比他平常的功德增加一百万倍，这是真的，不要怀疑，你也不要跟我辩，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为什么呢？这个在大乘里并没有写。当然我们呢，过年一月一号也是很殊胜的，比如说弥勒菩萨的诞辰日，所以一般道场初一到初三都会拜千佛或做各种的法会，这也是很好。可是藏传佛教的神变月是从藏历的一月一号到一月十五号，所以这个时候传统的西藏人会在选在这个时候做大法会共修，或者选择闭关，因为你的功德力会很大。那你会说为什么要执着？哎，又不要来跟我抬杠，这不是执着，这是佛的大悲愿心。佛就是知道众生很没有福报，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积到最大的功德，佛他有这个方法。所以在金刚乘里面说这四个吉祥日是最为殊胜的。那但是不要这样理解啊，既然真的很殊胜，那我一年呢就晃啊晃啊，对不对？我就选在这四天呢好好不睡觉来念呢，这样子也不是长远心。所以我听闻佛法啊，要有中道的心，不要过于不及。第二个，佛藏历的四月十五是把佛的诞辰、成道跟涅槃日三个在一起，就像你们新加坡跟东南亚有一个叫卫塞节，对不对？是吗？我们台湾没有卫塞节的，为什么？我们佛成道就是成道，涅槃就是涅槃，转法轮就是转法轮，我们是分开的。当然现在呢，可能佛的这个日子还跟母亲节一起结合，那当然也是善巧方便，可是事实上佛诞生、成道跟涅槃呢，它是三个不同的日子的，所以在西藏也是把它结合起来，这是善巧方便。真的我们台湾没有卫塞节的，那可能是东南亚的国家很喜欢卫塞节，当然也很好，很随喜。六月四号是佛这一生第一天在瓦拉纳西初转法轮度五比丘，所以这是转法轮，代表这个世界正式开始有教法流传，所以是讲佛讲四圣地，所以那天也是很殊胜的日子。九月二十二号是佛的天降日，待会我会讲，是佛为了报他母亲的恩德上升倒立天宫。释迦牟尼佛一生曾经有三个月不在地球，他真的上到天上倒立天宫，为母亲讲很多经，比方说地藏菩萨本愿经，佛就不是在地球讲的，他的确是到天上为了报母亲的恩而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所以佛的功德，听好，佛不是只有度人，他度一切的众生。所以有很多东西越到后面的经文会生，你不要生烦恼，因为有很多东西本来就是超越人类的思维。所以当你听不懂的时候，你要不要觉得哎呀，这个都是假的，这是历史上人家加的，不要乱下毁谤谤法的因，你不了解就不了解。好，比方说佛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哎，我过几天会讲，对不对？与会大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五千人啊，哗啦哗啦，通通都退席了。那五千人比我们法会的还多啊，十倍多啊！全部人跟佛一生啊，佛要讲《法华经》的时候，他说：“拜拜，我不想听了，就走了。”佛说了一句话：“退役加以走了也好，因为他不是听《法华经》根性的人。”所以，我告诉你，
对法华经有缘的人，那是你多生多劫学的。那可能有些人听到说，那我不修法华经就表示我不好吗？答案是你的根气的确还不够好。你去读法华经你就知道，若没有生欢喜法华经的，甚至证了阿罗汉果的人，他虽然证了阿罗汉果，却不相信法华经，佛说他还没证阿罗汉，就是佛亲自讲的。所以佛的智慧是广大无边的，所以这里讲的四个殊胜的吉祥日是在金刚乘里才特别的强调。大乘当然在佛的这个诞生、成道、涅槃或遇佛或是转法轮也很好，但是我们大乘里面并没有特别重视佛天降日的祭典，所以这是佛度不同的众生。所以请看下面，佛弟子若在此这个四个最殊胜吉祥的大日子发心供养佛及菩萨的形象，护法慎重，我供养四面及尊重，修很多的经咒，仪轨布施贫穷贫苦的人，悲心救度众生，乃是于放生救度临危被杀害的三恶道的众生，放生等等无量无边的功德，的确功德非常大。所以所造的善业，甚至佛经讲不但是只有十万倍、一百万倍，甚至于你的心量最高可以辗转为一亿倍，所以这就是看你的心量广大。接下来看佛天降日。什么是佛天降日呢？佛啊，他一出生的时候啊，妈妈就过世了，七天以后妈妈就过世，这就是示现你再亲的亲人都会离开你，并不是说佛的妈妈摩耶夫人她短寿，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示现。他示现呢，诞生了释迦牟尼佛以后，他的责任了了，他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功德升到了天上。然后后来佛呢是由他的姨妈把他照顾大的，所以佛一生很感念他的母亲。那佛呢就曾经为了感恩母亲，所以离开人间上升到刀立天宫三个月，为母亲以及无量无边的天神讲无量的经典。所以曾经佛呢这个在三个月不在地球。好，当然有神通的大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啊，他们有大菩萨的神通，登记了他也到天上去了。可是人间呢还有一些人道的，这样像在家出家或比丘比丘尼，他就没有办法上天上，因为他的功德力不够嘛，他的业力就只能在地人间。所以到过了三个月以后，佛就从天上下来。看下面一张藏传佛教的佛陀天降日，非常的庄严。那大梵天王跟用神通力做了最庄严的宝石做的天梯，让释迦牟尼佛下来，所有的大菩萨都舍不得。这时候来到人间的时候，很多弟子都想念他。这时候出家在家男众女众，乃至于很多国王呢都很想念佛陀，因为三个月没有看到佛陀了。这时候呢有一个人抢着想第一名见到佛，那就是莲花色比丘尼。佛还没有度他之前呢，他是妓女，但是他后来出家了以后精进修行证阿罗汉果。那他因为太想念佛陀，他有点傲慢心，虽然证了阿罗汉还是有四维的傲慢。他说，我太想念佛陀了，我一定要第一个见到佛陀。可是在印度里，听好，按照印度的习俗，他是比丘尼，他要排在后面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呢突然摇身一变，变成转轮圣王。哇，那大家都得让他，因为大家看到国王走过来。可是呢有神通的这个阿罗汉呢跟菩萨就觉得很奇怪，这个转轮圣王怎么涂香水呢？对啊，有女人的味道，表示这个人是假的，对不对？那结果呢他就很虔诚的到佛陀的面前，然后顶礼佛陀，说佛陀，我非常想念你，我是第一个来见到你的。佛跟他说，莲花色比丘尼，不可以在佛陀面前显神通，变回来吧。他这时候突然啊的一声，就神通没有了，就变出来，那就跟佛陀忏悔。他说，其实不是你第一个见到我，你见到我的只是我的色身，真正见到我的是谁呢？须菩提。
须菩提在山洞里打坐，他说啊，我知道佛陀今天呢要从刀立天宫下来了。这时候他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接佛陀呢？他想说，佛陀实际上没有离开过我们呢，佛不是告诉我们吗？佛就他就思维金刚经，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啊，事实上佛没有来去啊，所以我永远的心是跟佛在一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须菩提，他在山洞中打坐，但是他是第一个见到佛的。见到佛的是什么呢？见到佛的法身功德。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得出两个，第一，莲花色比丘尼执着见佛是见什么？佛的这个32相80种好，这个印度的这个肉身，当然这个也是佛的功德。但第二个，须菩提他见到的佛的是什么？法身功德。所以这两个呢是很有趣的故事啊。接下来再看经文55页第19行，于彼彼众生所，有时候会示现佛的色身来度你，有时候示现独觉身色相，有时候示现声闻的色相。所以佛事实上它是可以有千百亿化身。那佛要度你的时候，他有很多方法。尤其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是初学佛的人，可能呢你因为刚好念了这个普门品或是心经，就有一天晚上你就做梦，梦到了一尊佛像。结果那个佛像呢、在古老的山洞里或是在一个寺庙里，有一天呢你从来没有去过，可是呢有一天你突然呢去旅游的时候，一看到，哎呀，这尊佛像就是我梦中看到的。那个是佛来度你的一个方法，表示你跟这个道场有法缘，表示你跟这尊佛像有缘。所以这是在佛梦中为你示现佛像而度你。那有些人也会说，哎呀，师父，我刚学佛的时候感应很多啊，对不对？怎么现在都没有感应啊？答案一样，不要那么执着嘛。心永远像波浪一样，它会有起有伏的。见到佛像很好，但是也不要太高兴，不要执着。没有见到也很好，佛本来就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所以两个都好。接下来再看，或者佛也会示现第四天大梵天王，或是指四大天王护世四大天王或转轮圣王种等等的形象，也会现各种其他众生能够接受的形象。乃至于你看这里经文讲，佛也会示现畜生的色相去度众生。所以下次你看到小狗小猫，真正修礼敬之佛的时候，你搞不好你还是要对他恭敬一点，对不对？搞不好他就是佛菩萨来呀。尤其在这个一个动物的族群里，举一个例子，动物园狮子一群里面，往往狮子的王啊，那个头啊，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因为他要化身为这个首领，所以他才可以统领这一个动物。比如说在南非，或是你看呢很多的这个 Discovery 全世界介绍呢，南非有很多很多的大象族群的时候，那个象的象头啊，也可能是佛的菩萨的千百亿化身。因为大象它不会跑到海因古寺来听普贤行愿品的，更不会来听菩提资粮论的。那佛菩萨怎么度他？当然佛菩萨有他的方法。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外在的形象，最重要你要有善根。你发愿生生世世学习佛法，纵使3000大千世界很多的灾难战争，乃至于所有的出家众佛像经典都没有了，那你还是会有人为你说法。谁呢？佛菩萨会在梦中或定中亲自为你说法。所以讲到最后还是要自己要有善根。所以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啊，成佛还是要靠自己的。别人劝你只是苦口婆心，你若不精进的话呢，我还是三个字，没法度的。知道吗？啊，所以佛要调伏刚强难化众生啊，会示现呢这个无量无边的色相。但是有些众生啊，听好，比方说在狗，你有没有注意看狗？有些狗是很好，可是狗跟狗之间，有些黑的狗也是非常的残暴凶猛的。那佛要度这样的凶猛的狗，他一定会示现比他更凶的狗。同样的，
佛若要度黑社会的话，那他一定视线黑社会的老大比他更凶，才能降服他。但是他的心是不一样的，所以下面的经文讲：若有多利骄慢而且嗔怒凶恶的众生啊，非常的骄慢高傲的众生啊，佛为了要降服这个众生，他也会视线呢愤怒相来广度众生。接下来我下面就要讲愤怒相了，请看观世音菩萨的愤怒相，看得到吗？可能右边比较清楚，焦面大士，面然大士，最头顶上面就是观世音菩萨，下面呢就是呢鬼王啊。那怎么会慈悲？对，他内心慈悲，可是呢样子非常非常的恐怖。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大乘的人，我们大乘学习大乘佛法的人都很有善根，都希望呢佛菩萨非常的庄严，圆圆的微笑，对不对？还金的身满挂满金络宝珠，没错，这是大乘人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比较不喜欢可怕的，对不对？但是听好，你这样的理解对了一半。那我问你，佛怎么度那些鬼呀？我问你，佛怎么度蟒蛇呢？佛怎么度那个这些幽冥界众生呢？在大乘庄严宝王经说，观世音菩萨要度幽冥界众生，他是现比他更可怕的獠牙，全部听我的吧，你不听我的把你吃掉，他这样度众生的。那所有人就怕，然后他说来跟我念 Om Mani Padme Hum， 就全部一起念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然后观音菩萨一弹指之间，所有有缘的众生就度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你不要怕度不了众生，当然注意听，并不是叫你今天回去就开始要学，老公我来了，你都度不了你自己，你怎么度过我老公呢？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你相是假的，但他内心里面呢是慈悲的。举一个例子，再举父母，父母教小孩有时候要教得好的话要严父慈母啊。现在的小孩是很难教，没有错，但是我发觉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也不太会教小孩，对不对？爸爸要打他的时候，他那要教他，真正教他的时候，妈妈说哎呀哎呀，没有关系没关系，来妈妈这边，妈妈秀妈妈秀，他想你看吧，爸爸你终于输我了吧，他下次用这一招。其实你们两个要沟通好，有时候父母听好，注意点，但是你若起嗔心打小孩的时候，你也会有恶果，因为你动了心，你真的是嗔心升起了。可是佛菩萨像这个焦面大士或是愤怒相的佛菩萨，他外面现得很可怕，但他内心里是真正很宁静慈悲的。就像观世音菩萨有神通观，过去现在未来，他知道跟你讲讲讲讲了半天没有用，干脆狠狠教训你一顿。或者佛菩萨，注意听，你每天求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有时候来帮你的时候不一定都给你顺缘，有时候故意给你逆境，吃一点苦你才会觉悟的，了解吗？所以简单的说，他有充满了慈悲，但他有神通力，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怎么帮助你，所以不见得像你期望的说一定都是好的，坏的也是来磨练你的。各位可以上网，我写过一篇净土的，讲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就是你真的要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磨练你的时候不见得很多都是顺利的，你不是要去极乐世界吗？对不对？就是要铲除你的恶业，所以要把你的头磨得金弓强强棍你才能去，所以恶业也是来磨练你的，这一点大家要了解，知道吗？好，举一个例子鼓励大家，我以前讲过故事，不过我今天突然想到，我再讲一遍。我以前在长庚佛学院讲经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一些很多很多的人。有一次有一个莲友，他呢得了癌症，癌了症以后呢，他跟他全家人都一直念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那么何来大那都来爷爷。他打癌症是第三期了，已经不行了，很年轻哦，啊，35岁吧，30几岁，中年。结果呢，他一念大悲咒呢，哇，业力就现前了，啊，更糟糕。本来身体是这样的，现在一念呢，哇，像滑铁卢一样。后来呢，他的一个莲友就来找我，他说：“师父啊，他曾经听过你讲经啊，你可不可以去关心他一下，给他鼓励鼓励？”我说：“好，那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因为他跟他家人全部都在念大悲咒啊，就变成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他们家也无法理解啊，我一直求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我的儿子都没有好，他妈妈也难过啊。最后我就叫他们全部家人出去，最后我单独跟他说话，我说怎么样，你怕死吗？他说师父我怕，然后就哭了。我说哭一哭没关系，我拿 tissue paper 给他，对不对？他就问我说，师父我这么虔诚，从大专时代就学佛到现在，为什么我这么短命啊？我说这是你的业啊。他说我求观世音菩萨，不是求观世音菩萨都很好吗？对不对？对不对？我说没错啊，你真的相信观世音菩萨吗？他说我不念则已，一念了我的身体更不行了，我都觉得我差不多了。我就跟他说，你念观世音菩萨，你觉得观音菩萨没有保佑你，其实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保佑你。你看到的只是这一生眼前，当然你觉得你三十几岁还不想死，你想继续的长寿，这是你看到这一生的想法。可是观世音菩萨是看你过去现在跟未来，他一定会选一个对你最好的方法来帮助你的。那假如你来生现在一投胎转世就能去极乐世界，那也很好啊，人要早死晚死都会死，那你现在走不是更好吗？假如你来生投胎会出家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你干嘛还待在这里？哎，他听我一讲以后，他想一想也对呀。那我说你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你就把身心都交给观世音菩萨，你就求观世音菩萨，假如你的业会好能忏除，希望你的病癌症癌细胞就减轻，你一定会活过来的。活过来以后要发愿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假如你的业已经尽了，就像一台轿车一样，已经呢坏到不能再换零件了，那就走吧，往前走嘛，先到极乐世界去，那你不是比我更幸运吗？我想去我还去不了呢，对不对？我就跟他讲，随便我，谁叫我要发这么多愿，欠众生这么多还没做完呢，我也很想去啊。我可以告诉你，假如下个礼拜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说，星弘法师我来接你的，我一定非常高兴，我写一封信 Goodbye everybody, see you in the Amitabha Pure Land, 我一定走的。为什么？我不在乎你怎么讲，我能去就对了嘛。所以世间人会觉得你短寿，那是他的想法，可是从轮回的角度来讲，过去现在未来，你不就是要真正出轮回吗？我这样讲完以后，他就更放声大哭。可是他哭完以后，他就很宁静的，他说，师父我听懂你要教什么了，谢谢你来看我。然后我一样帮他祝福他，那我念普贤行愿品。然后后来呢，我听说到一个礼拜以后，他在家里这样子合掌坐着笑着念佛，他就走了，不是很好吗？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这么听佛法这么殊胜殊胜，假如不要这么快吓你说明天，假如下个礼拜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说，哎，老菩萨我来接你，你要不要去啊？嘴巴讲要了啊。你可能说，哎，观音菩萨既然我能去，我可以给你打个 contract, 3年以后我再去好不好？我还有什么没有做啊，孩子没教啊，房屋贷款还没有做完，我还有很多非常多的什么 family duty, 既然你说我能去嘛，那你先 hold on, 保留一下，可不可以？业是可以显现的，的确。好，我再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啊。糟糕，讲不完了啊，没关系，讲多少算多少，谢谢住持的慈悲，反正我还会再来的。好，比如说这个在古代净土感应录里面就有一个叫盈科法师，唐朝的，他习气不太好，他以前造了很多恶业，但是他有一个善根，就是出家了。出家了以后，他知道自己过去没有出家之前造了很多杀盗淫妄酒的这个恶业，所以他真的很虔诚的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他就很认真很真的，他呢看了净土高僧传以后，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啊，哎呀，念佛种如是因，修净业三福，可以往生极乐净土。听好，这个故事也通用于东方药师净土，任何一个佛国土都可以这样去运用，因为业是可以转变的，真的可以转变的。好，那他后来就真的呢死心塌地的想，哎呀，我没有学佛之前造了很多恶业，我现在又能出家了，我更应该勇猛精进。他真的关起门来昼夜精进的念阿弥陀佛，真的很恳切，不像你们各位嘴巴念念心里呢还是放不下。
然后呢，他是很真诚的念了呢七天呢，还有一个月以后，真的有一天阿弥陀佛现前了。他跟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啊，你带我去极乐世界吧，这个世界哦太可怜了，轮回真的很苦，而且我是劣根性啊，你知道吗？我真的哦，我觉得我待太久哦，我还是会继续堕落的。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去极乐世界？”结果阿弥陀佛跟他说：“你呀，还有10年的业力在娑婆世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接你，你的业还没有了。”那他就跟阿弥陀佛打商量说：“阿弥陀佛，你是万德庄严的阿弥陀佛啊，我跟你打商量，我不要这10年的业力，我会早一点走，好不好？3天或7天以后你来接我，可以吗？我把我10年的福报给一切的众生，可以吗？”他就苦口婆心很真诚的求阿弥陀佛，最后阿弥陀佛熬不过他的恳求，他说：“好，那我7天以后来接你。”结果呢，他就开始打开门了，就告诉很多人：“我要回家了。”他说：“你回哪里啊？”“这庙就是你老家。”他说：“我要回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了。”他说：“你讨个派体，对不对？你出家前这么没修，看你这副德性，哪能去极乐世界啊？”他说：“没有，我真的要去极乐世界了。”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他觉得他的品德修持是很差的，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小看别人。最后呢，他呢就跟住持和尚啊化缘说：“方丈和尚啊，我7天以后我要走了，我跟你化缘一下，我什么东西都不吃，我也没什么东西，但是我跟你要寺庙里面的几个这个木材，知道吗？在大的寺庙里面都有那个木材。”他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要几个木材，当我死掉以后你帮我火化一下，那所有东西布施，那不管有没有舍利子啊，就丢到大海里。”那个住持和尚很专心的听他，他想：“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吧，要木材没问题吗？反正后面大院啊有很多木材，我就送给你。”那他就想：“7天以后那我帮你助念，看你走不走。”结果7天以后呢，他阿弥陀佛跟他讲，7天的中午12点正式敲钟，他会来接他。那他就跟着大家上供布施，然后大家就在大殿里面呢，因为上完供以后，他就在大殿里，有些莲友也要送他走，就开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然后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唱到12点的时候，以前钟也有敲12声，当当当，当12钟声敲完的时候，突然大殿放光，所有人看到莲池海会佛菩萨来接他，他说：“我走了，再见了。”